2016年相對上俾我講，我覺得係一個比較上驚喜，即係自己冇諗過佢會攞到咁多成績，即係可能話誒亞錦可以攞到冠軍啊，咁可以入到奧運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對我嚟講係一個好驚喜嘅。咁但係2017年就相對上俾我覺得係攞到可以入到俾即係攞到自己由細個夢想嘅獎，即係可能喺世青可以攞到冠軍，可以買到債啊。咁因為自己始終覺得青年比賽係一少一年就少五年，係咁2016年自己冇打世青係因為奧運外圍賽啦，咁雖然有啲可惜，但係始終奧運都重要啲，係咁今年2017年最後一年可以買到債，覺得好開心。咁同埋亞錦賽可以喺自己香港嘅地方打到亞錦賽，其實係好開心嘅。即係雖然成績可能攞唔翻冠軍，咁但係其次，我覺得最重要係聽到香港人一齊團結去幫我打氣，就係一個振奮嘅事。始終我哋劍擊都係一個 team， 咁邊個攞獎我都覺得好開心，即係唔會話一定要我自己攞獎先係開心。就算可能鄧寧啊，甚至其他佢攞獎我都